克。我手里拿着一块皮克，心里很得意，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。但你会记得，你想成为摇滚歌手。我有一个心上人，我从没说出去。有一天我提起决心约他吃素食，我手里紧握着手机，心里很焦虑，不知怎么哗啦啦。就是以为今年夏天一定会穿上那一件裤子，结果没有。遗憾是什么呢？遗憾就是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在台上甩着头发的摇滚歌手，结果没有。遗憾是什么？遗憾就是以为那个人跟你一样期待今晚的约定，结果没有。遗憾是什么？就是想说的来不及说，想做的也没有机会做。嘿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烦？日夜想，夜夜想，打电话给你。嘿，你不是说要一起吃晚餐？怎么说好的时间，你却没出现？等着等着，下起雨了，流着眼泪，哼着歌，走路回家。没有原因，我总愿意相信，想让你知道，只要一点关心就好。天气怎么样？去了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烦？日夜想，日夜想，打电话给你。哎，不是说要一起吃晚餐？说好了时间，你却没出现。等着等着，下起雨了，流着眼泪，哼着歌，走路回家。没有原因，我总愿意相信，想让你知道，只要一点关心就好。天气怎么样？去了什么地方？你的温暖就是我黑暗中的太阳。今天忙不忙？是否有一点
如果我们把今天就当作原点，你会试着努力不让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感情抱憾吗？身边。